小千 ，Hello 小千 ，Hello 鲁松 ，Hello 鲁松 ，Hello 西西，西西 ，Hello， 盛文 ，Hello 卡丘，晚上好，赵奎晚上好，连神灯晚上好，小白 Hello。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开学第一天感觉如何？嗯，还蛮不错的。晚上好，还在领金币。今天是依旧想不到绑什么发型的双马尾。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谢谢，谢谢。太困难了，念礼物这件事情。晚上好，晚上好。昨天是在赶阅读心得吗？对，我昨天在赶阅读心得，还有昨天好像突然想到了有另外一个功课。谢谢草莓酱的阳光和掌声鼓励，谢谢小千的玫瑰，谢谢草莓酱的偷偷喜欢你。谢谢圣文的心之冠，耶！写完了吧？对，我写完了。我昨天，有那个，就是学科，就是考那个证照的那种商业的学科。看到林一绑双马尾都会变双马尾控，真的吗？大家绑双马尾都会变比较可爱，好怀念。对，昨天，就背了学科，我背了大概快100、200题的题目，然后成功把那个成绩赶出来，觉得要看人。谢谢 Andy 的。麦克风，丙级吗？是乙级的那个叫什么文书处理的学科。昨天写到几点？写到9点多，从6点还5点开始。谢谢大家的礼物，元宵提灯。谢谢玫瑰。乙级就比较难了，丙软也要考嘛？丙软。好像，应该有吧，应该有考吧，应该有。永远的双马尾啊，没有永远啊，快了，快没有双马尾的年纪了。谢谢小白的浪赖应援团。Hello，Hello， 午安 ，Everyone， 晚安，晚安。谢谢大家的礼物。元宵提灯是什么新的礼物吗？今天好像很多人开台，对不对？在同一个时间，正在先考丙级，有我有考丙级，才考，再考虑乙级这样。婶婶不在，婶婶是谁？谢谢吴本的心之冠，お疲れ一级，お疲れ。お疲れ様です。大家晚安，晚安，晚安。谢谢鲁松的心之冠，心之冠。等等，八点和8点半是大战啊！八点是最多人撞在一起的时间吗？神神是谁？力神，力子，他好像大我1岁而已吗？晚安安，晚安安。开学第一天真的很累，很累，很累。不累不累。谢谢博翰的心之管。听你爆料某某，又要爆料某某，我已经想不到某某的梗了。那今天爱戴，我担心莫爱戴。以后你期待。今天播到几点？19，2个小时。谢谢鲁松的心之冠，你怎么那么多心之冠呢？
谢大家的礼物。在刚刚我有画了一个今日的数字君，今天的数字君。不转台不转台，大家可以适当的转个台，这样才不会无聊。这样上课画的吗？没有，是我刚刚坐在这里面，我坐在手机前面的时候画的。开始痛苦的数字君，谢谢心之冠，赶功课的数字君，对，他在烦恼，但是我有帮他画笑容，笑容是必备，数字君的必备。谢谢大家的枫叶和阳光玫瑰，谢谢礼物。今天上班一直超想睡觉，今天依旧五点多，五点半左右起床，然后有成功在六点多的时候到学校。新形态的数字君，没有新形态，它长得一模一样。谢谢金佑的麦克风，耶，麦克风。那有去看语录吗？没有看语录。语录好像是几点？八点到九点嘛。八点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赶着学校开。语录五点应该没有，五点没有。我五点的时候起床，然后去学校，所以路程没有时间看直播。早上五点，大家早上五点有看到吗？大家有看到五点的吗？欸，这样早上五点起来化妆，所以是四点起来化妆，然后直播完再卸掉吗？直播完再卸掉，五点扛吗？真的起不来，很多人看，真的吗？虽然没有睡觉还是起床，没有睡觉还是起床，没睡直接直播，真的吗？他没有睡觉。谢谢汪三的麦克风，鼻子好痒。早上留言意外的多，大家都没有睡觉。整晚没睡直播，我没办法，我一定要睡觉，不行，不睡觉起不来。こんばんは，谢谢北人神推的心之冠。大家都想睡觉，每天五点起床，然后看直播这样。有模仿你的教主就算，教主就算。真的吗？有人可以剪辑然后传给我看这样。谢谢圣文的心之冠。同学会找你签名吗？不会，打断他们。谢谢 I love you。可以，等等剪。好，我期待收到那个小盒子。晚上好，点击贴 IG。昨天有看到那个，粉丝做那个九宫格，这是什么什么善良什么？我是混乱善良。打断他们就打断，不是那个打断，是那个打断，懂吗？设了五个闹钟看鱼，大家。他为了大家那个健康着想，早点起床，这样。打断没有，是另外一个打断。谢谢傅伟的礼物，说打断不是，我是说打，对，那个就是打断。第一天还可以吗？还可以啦。谢谢亚麻卡的心之冠，就是。早上中午以前都是在大扫除，然后实验室，然后领书，然后就没事了。
打断西游侠，没有打断呢、啊，没有打大家，我没有打，我没有打他们。先继续加班，北原生队加油，加油！今天没有作业吗？没有作业。看到十分有谁的班？挂着听，警告而已，对，警告而已。我非常的对，非常的温柔的警告了，这样。谢谢亚马嘎的喝牛奶。射太多，射太多了，打大家，没有打大家，有功课，对啊，第一天有作业，大家乱，大家应该会那个，把教室砸坏。谢谢敏儿的懒懒，懒懒，谢谢暴击玫瑰，要挂的今天不发言的好欣慰。战队结束了，教主很难过，你可以去安慰他吗？嗯，我要考虑一下，他好像今天回台北，回台湾。原来数字君是零，是零，没错，是零。一偶尔会出现，一偶尔会出现。别当学生又当偶像，真辛苦，不辛苦不辛苦，还好啦。谢谢信伟的啾啾你哦，偶尔会出现，偶尔会出现的。加晚安，晚安。数码世界的孙子君是邻居，不是啊，一也会出来啊。你看，我都有帮他搭配一，有看到吗？一在这里，一在这里。一在这里，帮你们找茬。这里有一的，这里有一。一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有啊，大家可以找一下。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忘记画一这样，有时候会忘记画一。一在下，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放。谢谢啾啾你哦。昨天用那怎么念弯语吗？小动物也有亲过教主，他应该每全团都亲过这样。来，刚刚那一只，广东话粤语，广东话我知道啊，我有听到，只是我听不懂，我有听到，可是我听不懂。谢谢巧克力，谢谢傅伟的暴击玫瑰，招财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是阿贝桑玛利亚桑送我的生日礼物。他也得勒吉尼莫拉的托托巴古大切尼西德鲁，ありがとう，一生懸命手挙げてくれた。现在的对象是莫莫里了吗？是吗？是吗？这个是。我生日的时候玛利亚桑送我的是睡衣，跟他一样的，跟他一样的。教主的礼物还在路上，他当天跟我讲的是说那几年的礼物还在路上，我就说啊好，然后没有想到会过那么久，我以为是送到的时候他觉得太久所以算了。那几等呀吼呀吼，然后他昨天然后说他在路上，他说他到了，所以他是寄到香港还是寄到台湾？谢谢枫叶，阿妹桑厉害，这样子的礼物就算了，他的大头贴就算了，没有很想要，真的没有很想要。台湾很少人在穿睡衣的吧？台湾应该蛮少的，我觉得，但是应该还是有人吃。吃晚餐了吗？我刚刚
大概吃了一下。你们就是教主本人，不是不是。谢谢鲁松的捞出红豆汤圆，为什么是红豆汤圆？我看到你吐槽某某在雨晴 Insta 的留言，那个果酱。台湾マジでイベント行ってきたんマリア出てかったから。あ、見て、見ました。あのツイッターマリアさんのツイッターとインスタ。高中的运动服。夏天的话就没有，就是没有太在意睡衣这一块。但是冬天的话，有睡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今天开学，对，今天开学。谢谢红包。用广东话说你闪闪发亮，好可爱。这个是他固定的那个单字，没有换，这样讲每个人都一样。这样，谢谢大家的礼物。边打留言抢到最大包。台湾楽しい，台湾楽しい。食べ物は美味しい。日本より安いからすごくいいと思います。一秒识破罐头告白，罐头告白。赤肥说：“你很喜欢他，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情。”谢谢鲁松的什么什么打 call， 什么打 call 太快消失了，要送大礼给你。造谣没关系，给他一年的时间，到明年生日好了，明年生日。给他那个累积一下，日文很强，比平衡强一点。没有没有，一点点。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没有讲过，没有。对对对，以前是这样，以前是这样，就穿个 T 恤，然后。穿个短裤，然后起床的时候马上制服套上去，然后就可以出门了。你今天几点起床？大概5:30。很喜欢小竹林，因为紧张吗？没关系，不会不会，加一网可以。加字幕给你。第一天上课会忙吗？不忙啊，不忙啊。我觉得今天上课还蛮愉快的，因为。开学嘛，同学很会撸，就是说今天才刚开学，不要上课，然后就有两节课，大概就是在聊天就过了这样。家到学校很远吗？5:30也太早，我习惯就是早到学校这样，我喜欢提早到，然后这样才可以在学校休息。不然如果太晚到的话，然后马上就要上课了，很痛苦。谢谢鲁松的真情告白，真情告白。一周就这么的吗？应该鲁不了一周。那个好像听说是3月底要断考，所以只有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嘛。找到学校监视同学，没有人让我监视，好吧？没有这种。上课会转魔方吗？不会，不会。有人看直播？没有人看直播，应该吧。正在跟找个大大拉哈拉的，还要放228年假？对，好像听说今天早上听说是几天？4天吗？还是几天？然后说什么礼拜六要。礼拜六要补，哪个礼拜六？监视 IG， 对啊，找到学校滑 IG 这样，满满的心术跟喷钱，为什么会喷钱？等一下开直播网红，没有没有没有，223不可，下礼拜六，对，下礼拜六，放假耶。套用粉丝的直播账号看直播，
这么多人直播，开学后因为时间就只有放学跟上课前，跟不用上课的那个时段，就只有休息的时段可以开而已，可以开而已。想当年的欧尼酱，我没有欧尼酱，生气。最近不要练舞吗？对啊，好怀念练舞的时段哦。对啊，因为过年都放假，所以很闲。没有下午四点的时间，对，没有下午四点，因为下午四点还在学校。假日的话还没确定那个时间，所以目前的话应该通常都是礼拜一就是大概是平日啊。没事被盗。小哥晚上在学校开直播，不要，一定超吵，一定超吵，一到下次四点。周三周四有啊，确定的，一模一样的时间。我想说固定应该比较好记，那就一样。真的很会背圆周率吗？我会背，可是就是每次背的结果就是大家不知道我有讲对还是讲错。谢谢北洋神队的 Love you Love you。 元素周期表没有背那个，我国中的时候也没有背过。七点好像有到吗？都是七点。听说好像看西西的 IG 好像是跟佳丽撞到。礼拜三吗？こんばんは山嵐さん。こんばんは。教主模仿零一，你给几分？零分。 F 君是 F 大吗？是吗？ Hello。 口红颜色好少女。对啊，它都会变色耶，它每次的颜色都不一样。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北野神社的 Love you。 这个我会。它会变大，呼，跳足 QQ。 跳足 QQ 不行，我真的觉得那个模仿不行不行，它只有模仿别人比较好。谢谢礼物，收着爱心。怎么样，大颗吗？专心打报告，加油！跳组黑的真彻底，对，还不是林一的线名好吗？超大，超大！我之前好像讲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还蛮久之前的，就是说人家跟我比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比这个回去。我会比这个回去。有看过人家比那么大的爱心吗？上课跟练习撞到的话会去哪边啊？当然是去练习啊，上课什么的，哎，没关系。Hello 浓眉， Hello 浓眉，晚上好。那么大声，爱心太大，不爱心的吗？这样也很爱心啊！你看，这样有爱心吗？这样就是两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跟两个手指这样。它是叫手指爱心，不是手指头爱心，所以手指爱心长这样。小阿迪哥。萨瓦迪卡。想看有印数字君的应援 T 吗？都想啊想啊。一排乌鸦飞过，从鲁松的头飞过，
乌鸦。其实我有自己尝试设计那个 T 恤，可是我想说等有机会的话再把它拿出来用，所以我现在都保留着。做好丁丁要求的名牌了，好，我会记住，尽量。可是坐着的话看得到吗？名牌还是大家要放在这样放在头上面？发箍，跪求 T 恤想穿去比亚洲赛。T 恤嘛，还蛮不错的。可是可惜我们这次的周边是毛巾。这次生日会没拿出来。变天线包，在头上会被后面的人捏，好像也是哦。那贴在脸上好了，贴在脸上应该不会这样吧？我学中文到弹力级 ，Score。中国語難しい文法のあと漢字がいっぱいあるので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舍不得打开，舍不得打开哟。你说毛巾吗？毛巾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披着这样，贴脸上就好。没有啦，我是说应该有机会看得到吧，有机会站起来吗？应该有机会站起来吧。氦气球飘头上高一点，氦气球会不会太可怕了一点？毛巾都收着好好的，舍不得用，我都会拿出来用。干嘛你们是为什么你要回？为什么是你回？我不是跟你讲签名 T 也不会拿来穿？不会拿来穿吗？我会拿来穿，就是在重要的日子就穿一下这样。连透上还是没拆过。开学会不会很累？不会。签名 T 不能洗？对啊，好像不能洗哦。签名 T 怎么办呢？那签名的地方喷那个防水的，然后洗这样。洗旁边的。要是把签名洗掉怎么办？那就先练起来，然后自己写上去。想去哪间大学吗？我还没想。谢谢，好多阳光，好多阳光。再签一次。超超，开学了，对，今天开学，今天是开学后的第一波。你期待教主给你什么礼物？我希望是实用的就好，我不要他的大头贴，那个根本不知道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伪造签名签联络簿。晚上好，北极星，晚上好。只会给亲笔写，不要。卖粉丝。对啊，毛巾的话大概就是这样长长的一条。大概跟那个我们去泰国的那种毛巾是一样的。应该实用，不是是务实的实，不是吃的。高价卖给亲们，不要拿出来抽奖，都可以看到饺子。我贴在他手机壳上，我拿去卖阿伯桑，看他要不要。转卖给大家。战队要时间，不要那个。
务实的食，那是食物，没有人会讲务实。你一个朋友可以卖你，你要说，看那个教主要不要给你们这样。阿贝上那个，那你过来，那你过来。教主照片不是贴在飞镖标靶上，有务实啊。鲁松都会务实吗？原来如此，原来大家都会不小心务实，不像我是个务实的人。好可爱，我说史努比，对啊，这个是那个去日本的时候夹到的，夹到的。是大家合数吗？不是，不是，有的人，有的人有合数，这样，有时候会不小心误食草莓酱就没工作，误食草莓酱会不能工作，投到保价，没有投到保价，我大概花1000块，10块，哎，日币的100块，大概10次这样。10次，所以是1000日币，还蛮贵的。不是台币1000块，日币1000块。台币1000块，连我都害怕，所以我只有夹这个，我只有夹这个，因为不敢夹，不敢夹太多，所以我就看了一些，然后都没有下去夹，因为害怕夹太多。日币1000块也很贵吗？你这个的话，在台湾随便卖都很贵。娃娃，尤其是有那个，如果是正版官方出的话，谢谢新之冠，名字要怎么念呢？谢谢新之冠。可是他的脖子就是看起来，就是他没办法好好的支撑住。谢谢上晚的元宵提灯，该到垃圾了喔，没有到垃圾。现在他超大只，教主找你去拍贴机的话，我有拍过啊，有跟他拍过。一开班授课夹娃娃要泡面，我妈也有夹到。我发现我跟我妈只会夹那种 C 环的夹娃娃机，就是一根，然后这里有个 C 环，然后要把它弄下去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手办之后，就是公仔有盒的那种盒子的那种的话，我跟我妈都不敢下去夹，因为我觉得那个一定要花很多钱。夹的努力店嘛，店员会帮忙挑，不敢叫店员，怕他觉得我们太烦。夹粉丝活动，夹一真开播了，夹一真开播了，夹粉丝好点吗？夹子。过得很好，过得很好，过得超好。蔡依罗开播了，肉肉开播了，大家，我们的肉肉开播了。好痛，恶魔系偶像，恶魔系偶像，这说了不是我们，难怪白熊叔叔，对啊，他不见了。肉肉第一次开台，对啊，大家去肉肉台丢个礼物之类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去丢礼物再回来。开学日就是听致辞，对，今天开学就是听致辞，然后唱国歌、唱校歌。我真的不会唱国歌哎，我觉得真心要背一下国歌的歌词，不然每次都唱不出来。那个
的教职日子怎么过得好？不知道哎，为什么呢？应该不会吧？我应该过得很好。陈团长一定要保留，好，那就交给他了。他有趣吗？他有趣，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回来。这样子继续 QQ。同样的音乐，我去肉肉台耳朵快爆炸。为什么？他很近吗？距离很近吗？高桥三发火箭，三发火箭会去哪？去哪？去外太空。谢谢 QK 男子的新之冠，肉肉已经第三名了，哇，超厉害！推歌你推荐肉肉，好，阿福你拜拜，请去，稍后回来。召唤神龙，观摩一下，观摩肉肉一下。放开神秘的妖种，冲着你来！不放开，不要哦！快过期了，赶快送一送，赶快送一送！八点才是直播起开，六六万浪花，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要先过你这段。八年才是大战国时代，对啊，我在这边非常的悠哉闲晃。谁要送火箭？送起来，送什么好呢？大家集资这样，一人出200块，走错直播间怎么看到砍掉的你？砍掉吗？砍掉吗？没有吧。鲁松慕名而来 ，Hello 鲁松，去不了生日会，很生气，想送火箭，送火箭，谢谢峰峰的新之冠，40张握手券，那大家还是留着握手券好了，那大家还是留着握手券。直播是谁啊？怎么那么可爱？是 Team TP 的成员呐、啊，实在六六六，救救林一送火箭，为什么要救救我送火箭？为什么？肉肉台好爆音，这里比较温和，距离差距跟讲话的声量的差距，因为我讲话不会用丹田。讲话就是弱弱的。怎么这双马尾这么可爱？有阿潘可爱吗？昨天想要去看阿潘台，但是我在想说我不睡觉明天会跑不起来。空巴哇空巴哇放奖空巴哇，昨天买你3只火箭，我知道比阿潘可爱。没有没有，大家都可爱，大家都可爱。一人10块火箭，10块火箭，10块吗？你说外面的烟火的，10块的那种冲天炮，冲天炮一束的。你是日本人吗？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昨天狂卖吗？我说你比较可爱，好，我一人十块，空妈妈。对，今天是走什么风格？今天走不正常的风格，不是零一的风格，不是类级的风格，类级的风格永远不会是这个样子。充电宝，对啊，你拿充电宝去放在人家的直播里面这样。还在外太空的培养，今天真的是不正常，我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常哎。你
你是什么风格？你不是就是宅宅啊，就是宅宅啊。什么三岁的讲话这样子？我说没有三岁了，吃到谁的口水？不知道。站到假酒的午餐女，应该是吧。该上正一班了，好啊。今天也要当三岁吗？岁吗？正音班应该要找佳丽，佳丽很厉害，佳丽很厉害，佳丽，讲中文都有种念朗读的感觉，强调大家强强的。对啊，这个 BGM 不错，每次都会出现。对啊，最近如果都七点播的话，大家可以每天都听到垃圾车的声音。还有矫正牙齿的关系吧，矫正牙齿就会讲话就会比较那个吗？为什么你那么可爱？我只有今天，只有今天，给我什么？给我什么啊？每个都看了，对啊，直播的时候大家都看看的。大舌头吗？声音好可爱，大舌头可以大舌头啊。每次都有的 BGM， 对啊，七点开始播的话都可以听的。今天也一样可爱，只有我强，只有我强。谢谢 Akira 的为你守候，听着你那边一直叫，对不起，对不起狗狗。对不起，我家的垃圾车都是他的错。是不是你最可爱？不是我，不是我。慢慢去追成大舌头担当换人做。我没有吗？我没有，最近品还没有那么大舌头，他已经有改善了，这样。想跳的是一直很喜欢。对，要把走了，把声音关掉，这样。欢迎昨天的直播，很精彩。你谁唱歌比较好听？应该是垃圾车比较好听吧？他每天都在开巡回演唱会。他每天都在开巡回演唱会，现在连大舌头的没有抢。我直播都不开音乐吗？因为怕有版权问题，所以我想说就不要放。而且电脑离我很远，没有手机，直到放弃辩驳大舌头，他已经把它当作是他的特色。还有一堆人觉得，对啊，只是懒得吧。没有啊，没有，不要开比较好。好吵，好，那我不要开。哪天我心就是更强的时候再放。电脑很远才是主意，不是电脑很远，这样你也听不到歌啊，所以就不要了嘛。全台神推了垃圾车，大家都推了垃圾车，台湾的垃圾车，还有更强的时候，一天只有一次，错过就没。对，身体练真好，每天训练。对啊，他每天晚上就开始到处跑。超多人追着跑，对啊，还会拿垃圾丢他。声音好听，不用 BGM。我声音，我其实我没有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好听。
觉得我的声音没有好听到哪里去。主播晚上好，晚上好，陈雄哥晚上好。拿垃圾丢大是应援方法，对啊，只是可爱而已，对，只有接下而已啊。给垃圾车礼物，对啊。林立声好多，林立声音疗愈，是比较没有那种刺，比较没有那种大声，大声的感觉。嘉丽的嗓子很大。都知道为什么。垃圾车真的国民偶像，对啊，他每天都开那个巡回演唱会，很多人支持他，老少妇女都喜欢的垃圾车。偷看我开台吗？应该是没有吧，有的话他们也不敢讲啊。亲爱忙在这边待机，谢谢枫叶。其实你是同学，欸，你不是。你不是家的垃圾车现在都不播了吗？真的吗？被抓皮卡丘。抓到皮卡丘干嘛？哎哒，是不是话不多？话不多，差不多。借粉丝账号看直播的同学，真的吗？应该，我们班应该没有这些同学。我们班没有这些同学。我今天开学的时候没有看到你们啊，没有看到你们。放镜子中国中，那是什么音乐？那是什么？那是音乐吗？广播？那基本上这不是，才不是你们，走开，走开！是我同学都要远离，是我同学的话都要跟 TTP 远离，没办法靠近。他们有隔阂，所以你们也有隔阂。隔阂。现在大家都当同学是吗？当同学的话，只能当同学，不能当粉丝啊。都会当粉丝，都只能当粉丝。当同学的话，就只能是同学；粉丝的话，就是粉丝。车子又回来，问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回去，再见，快点走开。为什么？为什么他回来？角色不能重复，不能重复。粉丝跟同学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是粉丝比较好啊。同学当粉丝很奇怪吗？很奇怪，这样很麻烦，不行。现在只能谈美女，只爱美女。快来载史努比！为什么要载他？不是载他，得在巷子里的。哦，有可能是这个。回来安口，帮同学 QQ。没有，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这个。对，他们习惯。当学长，当学长更远。谢谢 Okami 的捞出黑芝麻汤圆。Amy 姐的汤圆。他们班都推他，他们班应该是被迫说要推他，不然会被默默烦烦整天。想推你怎么办？没有啊，没有。不行，不行，推我，都不能推我，大家都不能推我。他们注定是我的同学，所以不能推我。这样，
也是 TP 粉丝。对啊，没有帅的帅的学长吗？帅没有没有帅的学长，没有。应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除了我们班以外的同学。在十分钟要打仗，要打仗了，放放狼火啊，不对，狼烟吗？烟。打鼓，快点要开仗了。哦，北宫，某某都假的，都假的。狼火，狼烟，战国时代，美工也算都会自动屏蔽，很难会有那种的吧？不会有。准备去看七七，七七从日本回来，开战，开战，对，等一下要开战，好可怕哦。好，期待你的旁分欸，没有旁分，没有旁分。这个就叫某某代替我们示范一下。你如果当幼幼台姐姐，当什么水果？什么水果？不知有什么水果？去握手会真好奇你的反应，我应该会笑吧，我应该会笑，好就这样。回去回去回去班上，回去不要来。默默躺枪，欢迎默默。荔枝姐姐，荔枝，好像还不错，还蛮不错的。榴莲，榴莲我不行，我上次吃了，吃了那个榴莲巧克力，我觉得太可怕了，觉得太可怕了，吃到奇妙的东西的感觉。荔枝好像可以，你敢吃榴莲？我有吃过那个，因为没有吃过榴莲，所以我吃了一次，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外白内黑，在说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哎呦！你切开是黑的，怕。耶，我的。毛巾，原来是鬼子，神奇的神奇的鬼子，会吓到？为什么会吓到？谢谢吉米周的麦克风，有暗门要开了。原来的大家不知道那个可以打开吗？冰箱，今天是。周边炫耀机，平稳的背下，平稳的背下，教主会不会？教主当然不会在里面。还有这一条，有人知道这一条是什么？不知道运动毛巾有没有这么大一条？哎，我们的生日会周边。你不是绑在腰上？对啊，我绑在腰上。这是这款的材质很好。妈有毕业推荐。对啊，毕业演唱会的。看吧，我当然被妈有唱的。埼玉スーパーアリーナ2017年。竟然有，对我有，对我有，是请别人代购的，请别人代购。那怎么得了呢？哎，頼んで買ってもらった。埼玉
为你有去看，我有看那个、啊、那个转播，我有看转播，还以为是残灯，手灯有吗？没有手灯，因为这个是资金有限，所以只买了一些些。回来了，小易回来了。还有五分钟要开战了，应该好多人开，真的好多人开。边看边哭，怀念吗？怀念啊！我喜欢那个初恋よこんにちは，えなちさんとさくらさんと一緒に。あのユニット最高，最高です。要包好，要包好，还好留在这台。五分钟后去看面。滴滴滴雨，死守灵台，死守灵台。然后等一下这样就嘘，然后就是往下掉这样。最高だね，最高，あれは最高ですよ。之后去改名，然后就发现那个人数就这样嘘。然后就消失，这样归零，归零。恭喜你，耶耶！推都没开，专心看你。对啊，我今天完全没有任何主题可言。今天是什么主题呢？啊，对，我刚刚拿了这个。玛利亚桑生日会的胸章，卖萌不需要主题，没主题就是另一个主题。我怎么有？不知道，因为玛利亚桑有两个，所以他就送我一个。他就送我一个，めちゃめちゃ大好き，ありがとう。给饭的吗？我也不知道、欸，反正就是他有多，然后就给我，有多就给我。膝盖板坏坏坏坏，排到不够，弄太多变大家都有，以后可以送。送回家不应该。对，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他画的画，可爱。以我打为主题，我打，我打，我打。西班牙刚还没火箭呢。去你家见岳母吗？嗯，我考虑，我考虑看看，我考虑。八点自我介绍，趁大家都走的时候自我介绍，好像有点奇怪。没关系，我就是要八点再自我介绍。谢谢小易的暴击玫瑰，谢谢阿明的招财猫。谢谢元宵提灯。很想去超市，想去，硬要的，硬要，我硬要八点，快了，快了，快了，剩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就要开始了，八点大家都要走，大家走，我再自我介绍。谢谢小白的真情告白，还好留着，谢谢 Freddy。谢谢阿明的玫瑰。有吗？八点了吗？还没八点，怎么还没八点？我等下就会卡住，有没有？因为太多人出现，太多人开播，然后就卡住。谢谢，为你守候，硬要等你自介完，等我自介完，八点多，八点了，八点了，耶！好，自我介绍。好，八点自我介绍。
然后我等下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先走，然后自我介绍完再回来。这样，今天要用别的声调，别的声调演讲我的自我介绍。A A A 什么声调？没有声调。大舌头版，大舌头版，大舌头版，我应该会没办法讲。大舌头版。嘿嘿嘿嘿嘿，报数，小心的声调，我不会。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林于心，可以叫我林一，或是 Lazy， 耶，可以叫今年17岁，我是台湾人，住在宜兰，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是这里。读完了吗？然后请大家要去追踪我啊！追踪完了，大家可以推广一下我的 IG， 希望可以赶快破10000个追踪，我会尽量发文，对，大家可以多留言，还有寄小盒子给我，我一定会去看，仔细的看完。每一则留言，对，我还会点进去看大家的个人首页，耶！详情请上 AKB48 Team TP 的官方脸书粉丝团去按赞，并且就是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对，所有活动都会在上面更新，可以吗？可以吗？耶、yeah, ，可以，好。OK， 哦、oh, ，好。耶、yeah, ，好，我再来呢。请大家多多指教，耶、yeah, ，然后下一次直播是2月13号的同一个时间，记得要来。好，对，自我介绍有点久，所以好，我换日文可以吗？嘿，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 AKB48 Team TV の研究生林雨欣です。レイジ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今年17歳です。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はい、フォローした人は他の人におすすめし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と AKB48TV の Facebook とか Instagram とか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ベントとかよく載せます。はい、わかるでしょ、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明日じゃない、水曜日の日本時間8時から始まります、生配信ここ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バイバイ。まだバイバイ。はい、わかるでしょ、はい。
バイバイ。うん、まだまだまだ1時間あるある。はい、还有一小时。没事没事，没有拜拜，还有一个小时。没有，我太兴奋太兴奋，那个今天太多人开台，所以你们知道的。水曜日は仕事。三分过去的零，哎，没关系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得懂。嗯，酒国鼎立目前。笑起来像这个表情吗？有啊，就是这个表情。快哲林监视，我有监视，我有看。十人开的好壮观，超多的。现在好像增加了吗？增加了吗 ？Hello， 正人 ，Hello。帮主开台，开着怎么还在这？去侦查地勤。没关系，你就在这里。好。牙齿好看，对，牙齿不好看，这样笑的话就要改掉了。谢谢为你守候，谢谢枫叶，差不多是这样笑吗？真的，他是这样。一起大好き，面白かった。呀，panic panic。现在好可怕，但是我不会抽的，好可怕，就一个手滑就点去别台。谢谢汪三的抽抽你，抽抽你。谢谢亚马嘎的为你守候，刚刚瞬间切手了。现在是休息，刚刚太动态。所以突然静态。谢谢小白的看好你哦，代言高露姐，高露姐。可是我是用那个人的黑什么的。单独再看好像按下去抓弟弟抢死。星河会了吗？第一次的手滑就是点进你这边，点进。原来你是对，对，嘴巴动太大，动太大。你都几点睡？我尽可能正常的话尽可能十点左右。还是你比较可爱，耶、yeah! ！不是，只是今天比较可爱，就说的是今天比较可爱。弟弟今天不正常发挥。这样脸也很可爱。嗯，真的真的只有今天呢，真的只有今天，只有今天比较嗨这样。每一次手滑都是零一优先，耶、yeah! ！手滑。大家手滑，我也常常手滑。我今天浪花剩一点点，那之前怎么到四点？因为转魔术方块，所以到四点。我的还是看你好了，虽然有推小弟，嘻嘻，嘻嘻，耶！怎么每天都那么晚？哪有十点很早啊？我十点应该很早吧？十点应该算早的吧。谢谢亚马嘎的为你守候，常常手花给你。改名去诗雅台调皮。キッとした。有在团员前面放屁的经验吗？没有。我都会趁大家不在厕所的时候去上厕所。太多人开了比你开分身。卡丘有分身，大家都太嗨了。真的吗？我刚刚好像还蛮嗨的。
怎么不一点睡？撑不到一点，但我只能睡四个小时。好像不会放屁，我只会上厕所。我现在要上厕所。这个分数没有点数。卡丘的另外一只在看谁呢？发现坐地上，我一直都坐地上。十点是早上，没有，晚上十点，晚上十点。史努比你哪里在？史努比你哪里在？四点的话只有过年限定，假日限定吧，应该是吧。甚至发现好像也不睡觉的，以前也坐地上，对，我以前也坐地上，我有一点。谢谢阿宇明的新之冠，真厉害，年纪很稳的，是泰国控，烦了，没关系，就这样。坐椅子床垫上。嘿。谢谢 Love you。 不睡觉头发掉光光，没关系，我头发很多。开学了，今天开学。谢谢枫叶，不睡觉会秃头，他叫秃头，我秃头。应该上半天，对，开学上半天，只有下午。益生菌 ，Hello， 益生菌，神推师呀，你是这样比吗？妮妮，妮妮，不会，我只会妮妮，额头没有很高，额头很高在这里，我的额头在这里，大家知道我的额头在这里吗？我的额头在这里，我的额头在这里，你们，我额头很高。是谁 ？IG 的留言，我有地址 IG， 我有地址诗雅吗？有吗？我刚刚只是学他而已。高额头比较聪明，额头很高，对，这么高哎，你看这么高，这样我的额头这么高。超高的我的额头。好吧，没有那么高，有很高，这么高。额头高是抖 S， 这是什么说法？没有听过。今天的林一会露额头吗？今天的林一不会露额头。呼，我的额头。こあげ、レイハケ、レイはハケてない。レイははけてない、レイはけたら、レイはけたら、こはけはもう全部はげ。坊主ですよ、坊主。刚刚想啊。乌鸦，谢谢元宵提灯。如何？其他外面的大家如何？外面的大家如何？好好奇别台的那个情况。哈给就是秃头，哈给就是秃头，表情还蛮滑稽的，他的表情。我前几天说我妈很滑稽。吉祥物好像真的吗？你学一下，
他不见了。他刚刚是怎样？吗？有吗？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我刚刚长怎样。想知道哪一台？我开三台再看。哎、欸，有谁在开？有谁在开？要怎么看？往上看。超大气。团体真的有48个人吗？没有，我们团现在目前有35个成员，然后有2个在休息中。再发一句给你看。KTV 战国时代，今天吗？今天很多人开，为什么呢？因为开学吗？因为开学。前发真的可爱。My gummy, これは刘海，刘海，中文叫刘海。谢谢汉之伟的救救你哦。刚刚的脸适合演八点的，九个人开好多、哦，刘海对 ，My gummy 刘海，春秋战国时代开启，对啊，今天好可怕，没有 get， 弟弟们都鼓掌，大家都鼓掌。也是蛮贵的，演三立乡土剧吗？我小时候都有看呢、欸，可爱。耳朵不会痛，我不会痛，我没有耳朵，没有耳朵。今天有9条，好像就像遇到灵异能抓回家一样嘛，当然抓不到啊，怎么可能被你们抓到呢？黑色是外套，是外套，里面是史努比的好朋友，史努比的好朋友，里面是史努比的好朋友，嗨嗨。日本夹道，对，就是日本夹道的那只。恭喜拿铁中了10倍，谢谢拿铁的暴击玫瑰，看起来真的暖暖。对啊，这个冬天穿很舒服，可是夏天穿会热死。卡纳赫拉，我喜欢小鸡，看起来暖暖，今天是暖暖。谢谢花儿的枫叶，喜欢烤那小鸡排，比台湾的佛心太多。可是，夹一次就等于台湾的30块，一不小心就会夹很多钱，没被当食量。谢谢汪山的记住你哦。喵，喵，今天是鱼喵。鱼喵今天有开台，鱼喵今天有开台。今天全开了，超可爱，只有今天啊，就说只有今天而已。抢人家招，还硬的，这样头发变了多。太瘦了，我没有瘦的啊，我好像有兔子，只有兔子。可是这样就会变 Mina 的，这样就会变 Mina。
兔塔克，不是喜欢，我喜欢史努比。史努比，试试看阿酱头吗？我应该还没有那个决心剪短发。耳朵会痛，耳朵会痛。水果是荔枝，想想林荫的代表动物是那个啊，蝴蝶犬，蝴蝶犬，跟 Milky 一样可爱 ，Milky 超可爱。非常超可爱，他要叫的是啥动物呢？猫吗？史努比快窒息了，好像他现在快看起来像是要睡着的样子。最傲娇的动物是你，我是人，我是人。史努比累了，来代班。好暖。今天也是播到九点，播到九。有看动物朋友吗？我有看，我没有看啊，我没有追，只是我知道。晚上好哦，夜雨苍神，晚上好，耶。谢谢分享直播间。委员长来了，委员长 ，Hello， 晚上好。今天播到九点，谢谢小圆的为你守候。安安你好，安安你好。迷路，安静的好男孩，他很安静。史努比，这个也是史努比。今天很多史努比，今天很多史努比，耶、yeah ！我现在家里快被史努比入侵了，满满的，到哪都可以找到史努比。我的背包也是史努比。我还有另外一套睡衣也是史努比。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没有吧。你好冷，没有很冷。穿很暖。不值得一提的潜水床单是史努比吗？床单不是史努比。狗狗，大狗超可爱，我有换它的钱包，哎，就是很小的那个钱包，看起来好热。我里面穿短袖，很温暖，超温暖。一样有熟悉的小贝贝吗？没有哎、欸，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那个狗不是暖暖吗？贝吉大好き，大好き。可怜的小贝贝，对，他消失了，生气。冰水，多了一只有皇冠的弟弟。我昨天看到那个 AK 冰果，不对 ，AKB48 秀的那个，那叫什么合集吗？表演吗？我看到 No Name 最爱的 No Name AKB004 吧。KB0048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录的，有念全员毕业，真的超喜欢的，我看了三回見ました。AKB0048。阿米娜，阿米娜さん。很喜欢。Bingo 最喜欢看《诚实》这样子，对，我也很喜欢那个。以前就是很多游戏都很想玩。Bingo 的哪一个单元最喜欢？就是表演的那个单元，还有就是惩罚跟游戏的单元，只有游戏吧，我觉得游戏比较。ガチオタです。ガチオタです。AKB のガチオタ。チンチビの中で1でした。吃虫吗？吃虫吗？其实我也有想过，如果是自己要吃的话，怎么样？还好还，不知道哎，那个还是要尝试。尝试看看，有机会的话再说，应该没有机会吧，应该没有吧。这里最安静，其实比较舒服，可以摆着听。未来很有机会。你有机会吗？竟然不怕虫？我怕啊，我怕虫啊，可是他死掉跟没死是一件差很多的东西。对决魔真的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诚实相信对决魔魔，对决魔魔，流着眼泪吃。吃上了你可以吗？应该不行。那可以吃吗？我应该会死掉。ガチオタ、ガチオタです。昔から、多分2013年からファンでした。2013年。我感觉只有呛虾比较厉害。对，他比较会就是讲大话。说大话，当然不行。如果要麦克风对决，有把握吗？应该不行吧，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你一台声音好小声，真的吗？很小声吗？因为我应该是距离最远的那一个。蟑螂可爱，谁说蟑螂可爱？蟑螂可爱。平常的情绪爆料。要参加的话，歌唱还是舞蹈大赛，哪个更有自信？应该是舞蹈吧，因为舞蹈是可以练，可以练就会啊，唱歌是练了还是不会。小白说的，小白喜欢蟑螂是吗？拿去做实验之类的吗？诶、欸、有福袋，现在有广告我按不到。那个广播一直在那里。明明唱歌不好听，明明唱歌不好听啊，不好听、欸、真的超难听的。你好像可以去练个乐器，我想要练那个、啊、口琴，可是还没有。唱唱看吧，不要。有机会的话一定听得到啦，久了一定听得到，相信你的声音适合当声优。可是我讲话超不清楚。我讲话超不清楚，只唱给你听。生日会听得到？生日会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先买玉米。玉米，玉米。不擅长唱歌，我不擅长唱歌。嘿，嘿，不会唱歌。不知道，我唱，尤其是唱中文歌，就是更容易听不到我在唱什么。生日快乐歌唱的不错，从小唱到大，唱到大。动漫剧啊，我那个我听回放的时候都觉得我会笑场哎。对啊，那个声音，那个画风瞬间不对，对，完全不对，完全不对，整个就不一样了，这样。对啊，那个画风，哎，一前面第一句开始就惊恐，惊恐，惊恐乘一百。晚上好。唱 C 歌唱你就是谁啊？你什么时候知道要当 C 的？不知道哎、欸。从决定两天，然后本来我没有要站在 C 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变到 C 去了，这个我也不懂。突然就叫我去学雨晴那个甩麦，可是因为场地太小，所以我没有甩。感觉没吹干，那天好像是什么、啊？怎么一回事呢？发胶喷太多，心疼有多跳一百，或许会有透露，所以代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只对你，因为只有他问我，有点乱婆心。当我找到你的身材，这是什么东西？当我找到你的身材，因为没有去，因为没有去，对，大家没有去。五代，服务器吗？请稍后。没了，耶、yeah ！勇往直前的私服是妈妈帮你搭配的。勇往直前的私服，不是。晚安，晚安。私服，私服。有红包，有红包，是吗？是红包吗？为什么它突然出现？谢谢，谢谢，谢谢小白。不是说公司准备的吗？对啊，是公司准备的。那个后面超大，就是那个腰超大，所以它后面别了一个回纹针，所以看起来有点蓬，后面有点。谢谢红包，谢谢红包，谢谢大家的红包。小白不是要送帝王针，小白还在犹豫，犹豫。没关系，他也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等到明年的生日再送。合照才帝王针，合照。谢谢元宵提灯。造型师配的好，觉得好看。对啊，只是有点冷而已，有点冷。大师出游，明年不是要十八岁，明年十八岁，
是吗？是这个十吗？是这个十吗？明年还有很久，可以丢火箭的时候，西西要西西要存到西西生日。我就这么冰山上的时候，手应该没知觉，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知觉，你知道？摸到那个 my stand， 你的手真的是有种要粘在上面的感觉，就是超冰，完全不想拿着它移动。满十八就可以做坏坏的事。你是不是有感冒？你没有感冒，很应援，来应援。没有感冒，完全没有。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日本，我喜欢日本的，我喜欢很多哎、欸，很多歌手。你一讲话的特色，还能猜赢阿布，很手打得开。这样跟这样当然是这样比较简单，不是吗？只有两只。喜欢妈妈，对，我喜欢妈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随便带过这样。鼻音，鼻音。默默喜欢吗？默默喜欢什么？阿布左手音。喜欢某某吗？不喜欢某某，对呀、啊，我喜欢某某，喜欢安静的某某。我喜欢看某某就好，只要看那个虚拟的梦辰，不要看现实中的梦辰。和尚端汤上塔那个绕口令吗？我不知道它的完整是怎么样。和尚端汤上塔，然后再来是什么？汤洒塔滑汤烫塔是吗？埃及上的吗？对，梦辰应该，梦辰只能看照片，照片中的梦辰是非常的美丽气质，但是私底下。不好说，不好说，呵呵，不好说。谢谢分享直播间虚拟的梦辰跟虚拟的小琴。塔滑汤洒汤烫塔，塔滑汤洒汤烫塔。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是吗？小迪那边是不是升空了？有吗？我没有看到火箭。嗯，我错过了吗？我错过了吗？错过火箭，他通常都会这样上去。怎么？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塔滑汤洒汤烫塔。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塔滑汤洒汤洒汤烫塔。塔滑汤洒汤烫塔，钢蛋荡单杠，钢蛋荡单杠，钢蛋荡单杠。晚上，有小迪的火箭，隔空庆祝小迪的火箭，大舌头担当二把手，鉴定很密。南港展览馆官方网站光芒万丈。南港展览馆官方网站光芒万丈。我印象中没在直播说过。东京特许局局长日文，可是我不知道日文怎么念。Tokyo 是吗？不会念，我不会念那个汉字，不会念汉字、啊、
只是嘴巴打不开。生麦、生米、生卵。生麦、生米、生卵。東京特許許可局。東京特許東京特許許可局。東京特許許可局。そちらにも。やあ、なべさんで。えー、みんみん。みんみん。わあ。東京特許許可局許可局。今天的火箭压力大。今天是什么日子？火箭。今天不是发，今天过年的时候才要放烟火，放鞭炮，耶！右边有火箭可以看谁的？可是我刚刚看都不知道，看不出来。让火放起来，大家丢火箭庆祝开始是吗？大家可以买周边支持，这样周边支持。对，火箭的话，昙花一现，分开丢，分开丢，打混过去伤心，什么东西打混过去？嗯，大航太时代，对，战国时代，快要九点了。还有几天才情人节的，等一下，等一下，过，哎，情人节是几？礼拜四情人节，想不到周边也要抢得到才行。那有什么？生写真预购得到，还有什么？握手会，握手会。东京特使局局长，我刚刚有念。東京特許許可局是吗？因为陪大家多少钱？我不是讲了23、24吗？二月生写指定。握手会都抢不到的表示，負けず嫌い嫌い。等二蛋发售了，希望你们买得到，这样就有人来找我。选自用节，然后说对啊，他刚刚就对啊，这边感觉比较和平，这边一直都很和平，都抽不到纸币。只能来另一台了。对啊，2月14号应该也很多人吧？2月14号是你们的情人节，正准备回家看你。刚刚去围观了，围观那个吗？咻！火箭，一出先买个20，两发火箭吓死。美女有认真，只有14号。天不高，ありがとう。就是不想被念名字来了 ，Hello。谢谢枫叶，谢谢元宵提灯，但两发都没看到，我也没有看到火箭，它就从这边飞上去，我也没有看到。对，太可恶了，没有看到。被监视，对啊，你们很乐意被监视。除了西西，大家很乐意被监视。现在直播怎么看？不是，他不是会这样飞上去吗？然后就可以看是谁有火箭这样。可是我就是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监视是求之不得。有，我有看啊，我都有看大家的留言。这这这 ，CC 除外，CC 除外。冰水到底是谁？冰水到底是谁？我回来了，传奇。小易怎么了？小易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回来了？问号，问号。最近都没更新。更夸张，洗版的人，你说一直进来再出去吧。冰钻联盟委员长，最近都小盒子较多，小盒子还是看得到啊，小盒子还是看得到。被面面音波攻击。怎么样的攻击？是什么声波？超大声的那种。面面发疯中太吵了，是因为火箭吗？是火箭，所以太吵了，瞬间爆炸，直播台爆炸，大尖叫，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火箭太强。好可怕哦！这样每次，这样如果一次有好几发的话，那他就，每个小时都在尖叫这样。感觉您看到火箭也不会太大反应，对啊。要多大的反应？要多大的反应？多大的反应？大家可以就是模拟一下，可以模拟一下。看他有什么大反应，我要怎么样学面面吗？我要学面面吗？哇，是火箭耶！哇哦，这样吗？呵呵呵。你是怎么认识 AKB48 的呢？就是在那时候很流行 Happy Rotation， 然后听到了这首歌。看了一部动漫，然后就喜欢上 AKB48 了，耶、yeah! ！好，收起皮夹。你说到火箭队是什么样的反应？可以参考一下。对啊，那个 TGC 的活动，那个很多熊，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反应？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跟你同时的，真的吗？那时候台湾很红这首歌。拍影片。怎么办？要持续五分钟吗？五分钟的火箭的那个回声范围需要五分钟，这样。五分钟的话有点困难，我去参考一下大家收到火箭的反应是如何，这样。还是不要送火箭啊！火箭，哦。
再见火箭，再见。手作时间表厉害吗？厉害啊！那是什么？用贴的吗？表？其实我看不太懂，是这样看还是这样看？今天播到九点，要嗨五分钟。对啊，所以哎，怎么样叫做很那个，就是火箭，很火，很火箭，很火箭，很火箭，火箭。火箭示范，跳起来尖叫翻飞，我要消失是吗？我要消失，那个手机画面会不见的，手机画面会不见。哇，火箭呢？火箭，然后这样摇晃，激动，激动到模糊，画面模糊，画面直接消失。Heavy rotation， 还帮忙特效，自己加特效，我自己放鞭炮这样，所以大家下次要发火箭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鞭炮，然后就在这边，哎，火箭，我什么东什么道具都拿出来丢这样，什么东西这里就乱七八糟，就丢的到处都是，可以吗？这样很满意吗？这样满意吗？我如果买鞭炮回来放的话，想把火箭换成四十张，我手机去找你。送大巴反应比较大，翻什么白眼？嗯？对啊，我去买鞭炮嘛，就大家先讲一下，先预告一下。买个十发这样，然后就开始，七七火箭，什么火箭吗？火箭吗？我刚刚又没看到啊！嘿，它怎么又飞走了？有没有？我没有鞭炮，我没有鞭炮。哇，是火箭呢！哇，它飞上去了！哇，耶！火箭没了，对。哈哈，是火箭，耶，是火箭呢！哇，送你一颗魔术方块。有点困难，还是算了，我们还是好好聊天就好了。这个有点困难，送火箭这个有点困难，不是说大家困难，是说我觉得我很困难。我觉得我很困难，还是不要好了，还是不要好了，还是不要好了。嗯，没办法，一分钟困难的，一分钟有点困难，好困难哦。现在转魔术方块刚好到九点，没有，我没有要转魔术方块。收钱吧，大家，握手会靠你们的。去搜火箭，对不起，没有那个适当的反应，真是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想要无视那颗火箭，真的是我的能力不足，对不起，对不起火箭啊。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有火箭，所以我就放心，我放心的直播，我放心的直播这样。欸，就是，对嘛，就是那一秒，一秒而已。来得太突然，去得太快，来不及反应的，来不及反应的火箭，但七七很震惊的过去了，
七七的反应是怎么样？大家要赶快让我知道，让我知道雨晴的反应，这样我才知道我要怎么办。我需要一点那个送火箭，感觉会被七七收缴。对啊，是贤妻良母，贤妻良母，我们的贤妻良母担当。你可以再等等吗？等什么？等什么？我要等什么？我要等什么？我在转魔术方块。我要等什么？我要等怎么样？九点吗？九点转吗？看看火箭飞过人境的时候，这很贵。对对对，再几天？没有，我说就是等明年一月的时候再送给我，这样如何？大家觉得如何？我先研究一下火箭该有的反应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丢火箭。对，这个是需要思考一下的东西。明年有点远，那我想想。啊，反正一定会有适当的，哎呀，应该会有吧。不要太担心，大家省钱，大家省钱。我们的雨晴妈妈会骂，雨晴妈妈会骂，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这样雨晴会生气，不行。不要不要，我等一下又没有反应，你们又要讲我，真是的。你怎么只有想开始当偶像的吗？从甄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就去甄选，然后就走到这里。走到这里，单纯喜欢偶像这个，作为粉丝很喜欢偶像，所以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傲娇，然后怒转话题，我有做这种事，没有做这种事。傲娇，没有，我刚刚讲什么？没有讲什么啊？别人神在还活着吗？别人神在还活着吗？叫傲娇吗？这不叫傲娇，什么东西叫傲娇？没有听过傲娇是什么东西。Cube Mars no umai。你火箭准备中，不一样。你们一定会后悔，你们一定会后悔哦。你会后悔。谢谢爱心，爱心。好吧，我只会拍手哎，怎么办？是你这样吗？这样有对吗？不见了，好快。你有钱吃饭？谢谢小白的浪漫姻缘团，现在不敢回去面面的。回去啊，回去啊，应该可以吧？待机，是不懂傲娇的你，对。那我把丢给林姐的，丢给你，不要丢给我，不要丢给我，丢给林姐。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这是什么？这是字吗？这是字吗？那是什么东西？嗯，刚播的，你对火箭是言对应吗？难道我要浮夸这样？超浮夸，我要超浮夸，我一定没办法。丢给林姐，林姐会感动到落泪，但是我不会啊。我应该就是哇。然后就对，你们懂的，你们懂的。
你用他的。对啊，你刚刚写什么？你刚刚写什么？那个是字。应该不会哭，你想太多，所以是那个业障中，我业障中。九点了，自我介绍，然后结束这一刻，再见，结束这一刻，嗯，好，大家再见，我们有缘再会。我是 AKB48TP 的研究生林雨欣，可以叫我林一或是雷吉。今年17岁，我是台湾人，住在宜兰县。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G， 可以的话，已经追踪的人可以帮我推广一下我的 IG， 希望可以赶快破10000人。然后，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AKB48TP 的粉丝专页，记得要按赞，然后多关注一下上面的活动。之后有升写真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对，嗯，好，然后礼拜三晚上同一个时间一样会在这里直播，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来看，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好，还有什么日文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もう終わる時間です。寂しいですか。今日はここまで終了です。はい、私は AKB48TP の研究生林雨欣です。レイジで呼んでください。今年17歳です。はい、台湾人のギランに住んでいます。よかったら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フォローした人はぜひ、まだフォローしてない人におすすめしてください。あと AKB48TV の、Facebook とかインスタを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ベントとかも、ぜひチェック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あと水曜日の夜8時から生配信するのでぜひ見てくださ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わかるでしょ。はい。はい、今年到此结束。你怎么看就是哭讲来呀？很好啊，很好。日文比中文标准是什么样？不知道，应该不是我的，因为大家的错觉，大家的错觉绝对不是我。你感觉很伤心？没有啊，我只是我一直流眼油。刚刚 key 起太，我不知道，刚刚就是用那个，我不知道哎，刚刚就是从那里，对，刚刚就是从，我也不知道刚刚那个风格是怎么样，可以，哎呀，都，笑着没口见哭了，大家不要造谣，我没有，造谣没有，我很开心。今日は楽しいです。はい、ここまでです。礼拜三，请大家一定要回来看直播。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啊，应该没有今天那么多人。我要去吃我的晚餐。耶、yeah. ！换成手机，握手先给我。耶、yeah. ！跟某位长，你说什么啊啊？栗子，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东西？爱心，爱心，谢谢爱心。然后10点睡，对，我等下去睡觉。没事，耶，拜拜，阿斯米，晚安。礼拜三切腹酸，马达呢？拜拜。我要吃水饺，拜拜。再见，耶。记得追踪推广一下。